团上团队小贝做跟动，前半局代打的唐兆廷目前担任左外野手的守备工作。原先的左外野手邱志成退场休息，接替的是捕手65号陈崇宇。八局下半，乐天团队进攻，打击第6棒郭永维。 好，那接下来帮陈进来加油打气哦，跟着陈进来一员球，我们一起来。 打下轮到62号严红军，来
接下来马红军来教打击哦，安打，严红军一起来。轮到陈晨威，来，现场的好朋友们，继续哦，来把握这次难得的打击机会哦，来，现场好朋友们，安打，安打，陈晨威，我们一起来。
的上半，威能替继续在场上奋战。马一队首先打击，轮到第二棒杰宪。